特艾里就全程打波斯，然后顺便刷了，谢谢球鞋，站站。 尽量去波前两脚之间打，不要在外圈打。这个站到吗？ 打绿色的，消血，低还有回来，阿榜就是20多吧。回来。 中间底层，中间底层，快进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把篮球拉进来，把篮球拉进来，打掉篮球。快杀打地球！把篮球打掉。 等会儿啦！黄色软件，我靠！冰箱里面吃不到篮球的。这软件，把鱼丢上去。怎么全部都打你的？我操！那个怪，突然板子。空哥冰箱都出来了。打开就给他保护了。 下血，要不你爆吧，赶紧打防球，垫底层，中间底层，把篮球拉进来，快下打地球，他这个烟雾赶紧放个烟雾，把篮球拉进来打掉。 赶紧的，黄色的，啊，黄色的。 这个灰暗你就打了50%就够了。海明，你敲一下 boss 回狼吧。底和中间底。 小怪，黑色软件，全程把零把。
他打到旁边二十了。知道，很尴尬。注意分散。对啊，过去吃，啊，打一下篮球。快杀法蒂球。那样。抓法蒂球，赶紧的。打黄色的，坏了，你直接把球打掉吧，打黄色的，你们去打黄色的，干的。盗贼，走错边了。赶紧打。二一九，我操，我怕打不掉。不要。二位子上，注意分散。好了，好了。打了不打了，篮球不要理他，黑小怪。这个才有的。直接挖水，打 boss。 能拉人呢，可以把这人拉起来，拉过来吧，上回狼哥你打，还没打掉。